珠宝的市场里真的是无肉可解，别被低端的价格所吸引。Hello， 宝宝们，大家好。最近收到很多粉丝问燕子，黄龙玉的话呢，有很多买几百块也买，几千块也买，甚至花几大万他们也买。那黄龙玉到底有没有价值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黄龙玉的价值。管子说，玉云，藏玉为宝，就是说璞玉在未用来加工利用之时已经具有宝藏的价值了。那黄龙玉的具体价值体现在哪里呢？第一，黄龙玉它是不可再生的资源，黄龙玉呢只有在云南的龙陵小黑山地区及周边才有发现，并且呢玉质优良的黄龙玉材料大多都是出自小黑山矿区。根据云南保山黄龙玉开发有限公司对小黑山矿区的勘探初步探明，黄龙玉现有的储藏量仅为40万吨，储存量相比其他的玉石小，并且用来加工利用的中高档玉料只占整个储藏量的5%到10%左右，更凸显出黄龙玉的稀有价值。第二的话呢，黄龙玉的美学及装饰价值。黄龙玉呢不但是玉雕的基本材料，它所具有的绚丽的色泽美、玉质美和造型美也是其他玉石所不能相及的哦。第三的话呢，黄龙玉的适用价值。黄龙玉可以作为艺术品来赏玩陶冶情操，也可以作为礼物与朋友共享黄龙玉的美。第四的话呢，黄龙玉的收藏价值。俗话说黄金有价玉无价，藏金不如藏玉，中国人之所以爱藏玉，也是因为中国人将高雅的精神追求倾诉到了一种美好的物质上，将物质的玉升华为精神的享受。黄龙玉的收藏价值也是双重的哦。一方面呢，我们可以在鉴赏把玩黄龙玉的时候获得美好的享受和喜悦，得到心灵的满足。另一方面呢，由于黄龙玉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，是一种浓缩的财富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是可以起到保值与增值的功效。精品高货的黄龙玉，就是像燕子之前有给大家拍过一批非常精美的黄龙玉手镯，这些手镯的话呢符合了高货的几个要求：种够老，种水够好，够通透，起光，颜色够艳丽，那固然它的价格就要高喽。我看评论区很多也在吐槽啊，说这个价格太高了，离谱了。跟你们说句实在话，珠宝的市场里真的是无肉可解，别被低端的价格所吸引。永远记住真理，一分价格一分货啊。一个市场的话呢，好货也就占整个市场的10%到20%，也是二八定律。那好货肯定价格也高，同样的道理存在于翡翠，存在于黄龙玉，存在着各行各业的品类。所以呢，大家理性的去看待。